报告书狙击各家偶像，把自家偶像捧上天，引发全 K-pop 饭圈不满，连带也造成 HYBE 偶像与其他公司偶像间竞争意识的加剧，粉丝群体的对立更恶化。近日 ，ILLIT 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《I'll Like You》，以及主打歌《Cherish My Love》。然而在 ILLIT 的舞蹈挑战影片中几乎没有与其他经纪公司偶像互动。 ILLIT 在此次回归活动期间与白虎、泰显、LESERFIN、Born Next Door 的 Jaehyun、 福富越和陈韩冰等人舞蹈挑战，其中非 HYBE 体系的偶像只有两人，韩冰还是音乐节目主持人。多数网友认为 ILLIT 应该很难邀请到其他公司偶像成员来做舞蹈挑战。